音乐听起来不宅。呵呵，什么？请输入你的名字，然后生日年月日啊。哎、欸，那如果我现在输入生日年月日，你们是都知道我生日的、啊。哈哈哈，好，然后呢，我的月份就用我的生日哈、哦，记得我生日那一天抖多一点给我，谢谢。我的名字叫做欧晶晶，今年18岁，平时的爱好就是宅在家里当一个废人，干跟我好像哦，突然间我觉得越来越有哦，那个叫什么共鸣。我都是自给自足，因为欧晶晶我，因为我没有女朋友啊，我好想要感受一下谈恋爱的滋味，为什么我要单身18年，永远18？我好想谈恋爱，这时呢，电话响起来了。啊，打哈欠，今天不是周末吗？为什么闹钟会响？明明可以睡一个懒觉。不管了，闭上眼睛继续睡。啊，肥仔生活，哎呦，啊，不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我约了网友吃饭，而且还是第一次见面，得赶紧起来漱洗了。啊，我要给对方一个好印象。啊，那阳光姐姐啦，我们要约了阳光大姐出来吃饭啦。不过梳洗前先把空调关掉，好，然后呢 ？Get， 哎，找到空调遥控器了，关掉吧。这样子，嗯，完全没有反应，是不是遥控器出问题了？尝试按一下道具栏里面遥控器，常看，谢谢，拜拜吧。啊 ，B， 一个空调遥控器。背面，哦，哦，电池没有，偷电池啊、哦！没有电池，那、啊、我们要怎么做？缺头的模型，嗯哼，抽屉里面啊，找到了，旁边还有一个妹子布偶，平常都拿来做一些奇怪的事情。好像是教学，撕开来，好像这个就 只需要一只手就可以玩的游戏啦。从头到尾都在滑鼠，翻到背面，打开它，哦，很直观的就是滑进去这样子。好，终于可以把它关掉了，把它放到桌上。嗯哼，不是关了吗？一个充满能量的遥控器，好，非常好。我们可以直接出门了吗？再次把遥控器拖放到空调上面，空调上面。哦，拖过去才算是哦。哦，啊，我刚按的不算吗？我的床很好睡。哎呀，拿到我的手机。哎呦，成功充值100元。你好，感谢您使用慢慢快递网上服务。我们已经成功收到您上个月的订单，预计商品大概会是在下个季度派送。啊 ，R20 吗？你好，已经成功充值100元。妹妹，那、啊、为什么我要拍自己满脸络腮胡、邋遢邋遢的样子呢？你好，你好，你是？我是之前在网。交一个交友网上加你的，哦，好有印象哦，好像有点印象。其实就是看到你发的照片特别美，所以才加的，哈哈，谢谢。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漂亮啦，我觉得好看就行了，哈哈，谢谢。请问你现在有男朋友吗？刚，我跟你讲，你那种方式绝对被打枪的好不好？对不对？那有人一聊天一开始就是，请问你有男朋友吗？安安你好，对不对？
就大家看到那个女生看到你有企图心，她就怕了。你现在在泡我的意思吗？对、哦，女生也蛮直接的嘛，哈哈，别拆穿了。或者我们可以从一开始朋友发展，怎么发展？可以的话，不如我们请一个吃个饭啊、哦，可以，好，不如就明天。海珠区、啊、方便吗？海珠区好啊，我有一间店可以推荐，是一家有情调的咖啡厅，而且东西很好吃。早上11点，哦，女生完全没有回应了。我现在可以打字吗？啊，我跟你讲啦，聊天室一定会有人剧透，所以我不看聊天室啊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这样乐趣都没有，卫生纸哎。顺便先来个几发好不好？我可以放在床上吗？生活必需品，我先存个档好了。目前还没有出门嘛？嗯，哦，离开，好不好？让我好好的玩游戏嘛，不要那么一开始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，复仇者联盟4啊，你是无聊吃饱太闲，在浪费啊浪费我花台币买这个款游戏，然后完全没有玩到游戏的乐趣这样子嘛？啊？如果那么想剧透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编掉啊，对不对？那么一进来就没，哎、欸，我跟你讲哦，会那边越，我会头会变扒下去的，啊！你可以编掉一个，在哪里？我来编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哦，这不算剧透，只是路线而已吧。我是不知道你们刚刚讲什么啦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我也没在管的。有路线什么的哦，我觉得都斟酌，好不好？好、啊，现在要干嘛？出门哦，手机拿了，可以准备出门了。该去浴室梳洗一下，做准备了。如果我们不梳洗会怎么样？一定要去浴室吗？好吧，那我去浴室了。毕竟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人，晒啦！你拍那张照片都是胡子，你说你爱干净？出门前得尿尿、刷牙、去胡须，明明就是要去见正妹。把牙齿刷得干干净净的，顺便洗了脸，用拖把洗脸好不好？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什么？啊？为什么皮夹会在里面啊？银行卡千万不能弄丢贵重物品，所以我的钱包每次都会保管好好的，不会乱丢。靠！啊，你刚刚就放在这里了，你那边？然后呢？你说保管好是放在这里面这样子啊？这游戏能吐槽的地方还真的很多哎、欸。靠北啊！哦，要按住哦！我真的很爱干净欸，啊，好啦，擦一下，我他妈超爱干净，好不好？是什么？啊？头部零件？嗯。啊，我要刮胡子啊！啊，刮胡刀这边，欸，找到了。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好像在玩那个？我好像在玩那种就是游戏天堂里面才会的那种小游戏，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看过？游戏天堂里面才会有的。好了吧？他刚刚讲说部件还有其他的部位，哦，还剩下四个。然后这边有密码，是我自己的生日。哦。我们还差三个，怎么我的什么胶达部件？这不是念钢弹吗？钢达还有什么可以捡？我们要去把那个部件组一组好了。啊，又一个，还差两个，也太好找了吧？钥匙。充电宝，我就是不要出门啊，怎样？林北就是要迟到啦，先把它装上去好不好？
可以这样拖进去吗？拖上去？还是说要全部弄完才会组合？嗯哼，好吧，算了，找不到，要出门了，之后再说。先来一个快速进程，可以出门了，待会再说。话说今天要跟我见面的网友就是这位美美小姐，实在是太正点了，居然能够与这么漂亮的女生出来吃饭。完了，我觉得可能就是，光是看照片就已经脸红了，不要再对任何没有实际见过面的东西产生任何幻想好吗？好不好？马上就要幻想破灭了，肥仔。鸟叫声，哦，哇塞，天气真好啊！我相信今天一定是个美好的一天。虽然离约定的地点不是太远，不过如果要步行的话，至少要半小时。我想要搭公车，它会自动存档。搭个公车看一下好了。是谁？你好，打扰一下，绿衣男子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是一名大三的学生，可否帮我做一份简单的社会报告问卷？好吧，反正现在没什么事情，真的太感谢你了，我们快开始吧。请问你是游戏直播主吗？是。你直播的时候很多人看吗？哦，超多人看的。身高多少啊？180以上，谢谢。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？我喜欢。这边只有四种选项吗？没有第五种选项吗？大波的，大腿、大长腿、坐坐的、丑的。我喜欢大波的，可以吗？目前是单身吗？是。有。多大？你今年多大？40岁啊？有像你告白吗？是。你喜欢左手还是右手？好烦哦、喔！这不是在问问卷，这在问私人隐私吧？我冲啥？好啦，你要想一下、喔，平常我都是，好像是左手哎、欸，你确定这家伙是在这对社会在做一些社会问卷调查吗？要问这些冲山小？哦，车来了，上车时间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比约定时间还要早到 KY 啊、咖啡馆。这可是我平时最爱来的咖啡厅，是一个很适合约会的地方。哇，今天人不算多，而且空位有不少空位，位置实在太棒了。就坐在那幅画上面。哦，晶晶坐在了挂画下的位置，在旁白还这样讲话，有没有？先生你好，请问你需要什么？哦，我还在等人，待会再点东西吧。好的，没有问题，有什么问题随时叫我。虽然一切准备就绪了，但是心情还是有点紧张。万一对方真的跟照片完全不一样怎么办？没人怎么办啊？还是吃个饭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现在网络上照片大多数是骗人的，那为什么你刚刚还在对这个照片产生幻想呢？如果对方是个丑八怪，我应该还走，要走还是继续跟对方聊天呢？假设对方真的其实是这个样子，糟了，我觉得很有可能。你好，你请问你是欧晶晶吗？说迟时那时快出现的 ，Jesus Christ，Oh my Christ， 哇哇，挖到宝了，挖到宝了，哦。我先喝一下哦。哦哦，你好，我是美美啊。居然不是网骗，网骗现在哪时候变成一种专有名词啊？网骗，我跟你讲哦，我昨天约一个妹子就被网骗。哎呦，这个居然可以这样子讲哎，而且好像比照片还好看呢。哇，你好吧，我是欧晶晶。你好啊，等很久了吗？没有，我刚刚到而已。吃过午饭了没有？还没有啊，有什么推荐的吗？你问对人了，这里的东西真不错呢。我平时都很爱到这里吃饭的。服务员，啊，马上展现那个绅士有没有？你好，请问两位需要点什么餐吗？我们吃热干面好了。
奇怪，这个地方为什么感觉不西式西式的那种咖啡厅，结果还有中式餐点 ？What the fuck？ 酸辣粉，我突然有点想要吃冰的东西，为什么都是热的呢？牛肉粉肠好了，先生，你点了一份牛肉粉肠，请问小姐需要什么？我就妹妹点点点，这个功能表是不是很吸引？他应该讲说这个菜单吧，不是讲功能表吧？给我一杯水就好了。好的，请两位稍等。你不是还没吃东西吗？怎么只要一杯水而已？我好像想起来刚刚吃的东西耶。哇，是不是觉得我很怂？我已经来到这么看起来非常有艺术气息的一个场所，点个牛肉吃不为过吧？你为什么要觉得我看起来好像很怂的样子呢？啊？等一下再来点别的啦，好不好？你真是一个健忘的人。为什么？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，你有说你喜欢吃什么东西吗？说我健忘？你觉得我长得帅吗？一开口就这样，看会不会太自以为啦？我虽然不知道自己帅不帅，但是我自我感觉还是蛮良好的。怎么你都不讲话？我来了，牛肉粉肠。小姐，这是你的水，请慢用。我不客气了。这是太好吃了。你真的不要吃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到外面打了电话。完了，破局了。完了，这个直接就是 say goodbye。好啊。这也恭喜。真是太好吃了。半小时后。怎么妹妹打电话这么久啊？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啊？一直等到妹妹为止。好。为什么变骷髅头？直到天荒地老，证明我的真心。看这也太好笑了吧！我等着你回来，我欧晶晶发誓，马上就结局了。对，我们还有其他东西没看呢。我吓我一跳，这是我强而有力的右手，为什么要拍这种白痴东西？有机会再去吃一次，已经忘记什么时候拍的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盖饭。虚拟偶像错音，好哦，这个谐音取得还蛮不错的，帅气的自拍，晒啦，胡子留成这样子，哦，可以，这不是重点啊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哪里可嘞？还差一个，为什么会在那个地方啊？会不会在皮夹里面啊？不能搬，在卫生纸里面，可把它全部抽光，可不可以？会不会在通风口啊？What the？ 好哦。看个聊天室也可以抽，也可以拿到东西啊，不错哦。该煮了，怎么煮啊？对啊，怎么？哦，这个要先下去哦。为什么下不去？哦，好 ，nice sir， 大成功，装上去啊！啊，我已经完整了，拖过去，啊，有了，拿什么？模型高手成就，
零件居然各散东西，我以后再也不准别人碰我的模型了。就这样子，好了，我们这个模型组好了，存个档好了。OK， 准备出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手机好像还没有全部看完，对不对？这什么东西？手机小游戏，喵，可以吃吗？哦，不行，完了完了完了，怎么可以这么硬啊？还是说这是一个没有终点的游戏？啊，有了，我赢了 ，You win。然后呢？好吧，浪费时间，可以先打电话吗？不行，不能拍照。好。讯息里面也没有透露什么嘛，所以说那时候刚刚他跟我讲说，我真的忘了，好像是有漏掉了什么东西的感觉。我们这次不要搭公车了，好不好？我们改搭地铁。哎，来安安，游戏没彩蛋，我要去坐地铁看看。那个搭公车遇到。奇怪，大学生那边问一些私人的问题，就在这里等地铁。由于近日发生不少地铁痴汉事件，请乘客注意安全和保管好自己的财物。到底是哪一个电车痴汉这么的无理，这么的恶心？然后那边讲完，自己在那边变痴汉，有没有？哎呦哎呦哎呦，眼镜妹。好可怕啊！最近网上看到很多关于地铁痴汉的报道。是啊，而且好像没有抓到犯人，真的不想搭地铁。我们待会上车后要小心。大家都好像很担心地铁痴汉的出现。喂，你看那边那个男的，心里想他们怎么突然看着我？哇，这个人好像痴汉，干什么超没礼貌的？你们看到人就是哇，这个人长得好像痴汉。你们路过看到一个不认识的人，哎、欸。你长得像变态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和他对视，我们到其他的车厢。但殊不知，对不对？身怀绝技呢，这是你的损失啊！请不要越黄色线，好。算了，上车吧，不管了。说时迟，那时快啊！我们直接到这边来了。所以说搭地铁的话，是只有这两个女生会在那边啊嫌弃你之后就离开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。哦、啊，然后这边剧情又是一模一样。为什么这里不能 skip 啊？我有点想要 skip 哎、欸，没有 skip 的选项吗？好像不行。好吧。没办法 skip， 我就只好点点点点了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要点什么呢？牛肉粉、牛肉肠粉，他点点点，我们点酸辣粉好不好？先生，你点了一份酸辣粉，小姐，请问你需要什么？结果小姐也是点点，那个妹妹也是点点点，是不是很吸引？给我一杯水就好了。完了，该不会又是要等到天荒地老了吧？你不是还没吃东西吗？怎么只要一杯水？我好像想起来刚刚吃的。哎、欸，对，然后又开始了。然后你觉得我长得帅行不通嘛？你喜欢城市设计吗？城市设计真的很好玩，可以编写游戏城市。要不要我教你城市设计？哇，美美点点点，你怎么都不讲话了？啊，酸辣粉出现了。小姐，这是你的水，请慢用。然后小姐应该等一下就离开了。哦哦哦哦，真是太好吃了，又开始了。哦哦哦。你真的不要吃吗？我可以分你一口。哇，又要走了。30分钟后，好，我们这时候不要等了，等的话应该就等待结局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醒悟一下，我明白了，他不会回来了。
哎，之前见面的那些女生也是，为什么每一次都要这样对我？我到底有什么不好呢？啊、自己哭起来了，哭三小，需要纸巾吗？妹妹，你回来了，先生，我想您搞错了，我不是妹妹，我要结账啊，就这样回家了。算了，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了。虽然我一直很想要找女朋友，但是我也习惯一个人的生活了，女朋友什么才不需要呢？自暴自弃了，哭得有点干了，哦，口有点干了，去便利商店买水。哦，这个剧情开始有延伸了，到了超商，感觉不错，冷气很足的样子。欢迎光临，全有需要什么吗？好的，我看看，我只有200块啊。山下智博，山下智久啊。欸 ，Kyo 的游戏原声欸，密函999，黄金限量螺丝刀。我不是口渴吗？我就先买个水啊，算了，买一下好了，然后再买一个原声带行不行？哦，一气之下，刚刚啊一场不好的咖啡那个不好的约会啊，我要稍微发泄一下了，买东西发泄一下情绪。这时候门外有一位少女走进来，居然是美美。哦，进来是一位穿白衬衫、头戴画家帽的家伙，有着嫩白的皮肤，有如主角般闪亮的少女。哦，金靖啊，是美少女，马上对刚刚发生的事情抛诸脑后了，有没有？他好像在看着我，怎么办？糟了，感觉我们在对视，我应该怎么办才好呢？什么？这样我可能会害羞，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要不要找个话题跟他讲，直接向他告白？存档。我好喜欢你啊！可不可以跟我交往？好的。啊？臭三小。Oh my god！ 你会发现，可能现在才是你真的想要的。什么烂结局啊！突如其来的爱情，就像暴风雨一样，说来就来，说去就去。啊，你以为你是什么暴风雨啊？再一次被刚了。说自己是个厉害的程式师。你好，我是一个很厉害的程式师，平时的爱好就是程式设计。如果你有什么程式设计方面的困难，随时可以找我。哪有人初次见面然后就说自己的专长？你不觉得很奇怪吗？你看，少女一定点点点啊！糟了，气氛越来越尴尬。我就不该多嘴，乖乖当一个死宅有什么不好？心里这样想。什么？天花板上的灯在晃。英雄救美时刻，糟了，灯掉下来了，这样会砸到这位少女的。什么都不干，存档。嘿嘿嘿，哇哦，你没事吧？好像有点头晕。死去结局？什么 ？What？ 流了很多血，趁热没有啦，没有，没事啊、哦，没事。怎么办？完全没有反应了，赶紧叫救护车！哔啵哔啵哔啵。哇，这怪异黑杰克吧，只是换个发型而已啊。怎样，医生？嗯，情况到底怎么样？他死了 ？What the？ 你是他亲属吗？啊，不是，我不认识他。那他刚刚什么被灯打到的？我不知道啊，不要问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干嘛这么紧张？
不关我的事啊，不要问我，你要问店员啊，我先走啦。喂，你等等。然后灯又掉下来砸到我的头。哎呀，医生也死啊。是吗？等一下。我刚刚反应太快的话应该可以救，反应快的话应该可以救他，不过也不一定，万一砸到我那挂了是我。算了，别想了，心情有点低落，找个地方散散心好了。我想，对了，我想到了一个好地方，跑去网咖吗？超霸机厅啊，打游戏啊，不知道老板还记不记得我，不过今天一定要认真打才行。在这里，猪狗之拳和商场霸王没人是我的对手。什么游戏名称啊？哎呦，怎么这么多人围着那里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一班废物！一班废物！一群废物！哇，少女抽烟不行，抽烟绝对扣分！不行不行！他在讲日文吗？居然这么多人都没有一个人打败我！他讲粤语哎、欸。他是那个香港人哦、啊，哇，为什么只有粤语吗？没有别的配音吗？我一直以为他是那种就是国外的游戏或者是日本的，居然是香港那边做的、啊。哇，我这个女生是什么人？从以前就没来见过她，而且说话还有语音，怎样？是你们这些人全部都没有语音，然后啊突破第三道墙这样子、啊。我是三毛哥。哦，直接叫我来call啦，是不是？少女，喂，叫你啊！啊，你好，有何贵干？要不要跟我比试一下？这里没有对手，真的好无聊啊！为什么突然觉得他这个动作好像后街少女哦？存档。哎、欸，我这边不能存档哦。那、啊、算了，比啊！这个需要两个游戏代币啊，等你有代币时候再来挑战我吧。